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好。你们这是哪一个区域的？再讲一次，各位伙伴，大家好。分享啊，那非常谢谢马云这个马总裁的邀请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可以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。那么从现在开始到十二点钟的时间，一直到今天下午一点钟到四点钟的时间，会跟大家在一起。那么这个时间之内呢，有两个关键词非常重要，写下来，一个叫做速度，一个叫做行动。来，各位重复一下，第一个叫什么？第二个叫什么？所以速度跟行动是这里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。请问，这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年代，还是快鱼吃慢鱼的年代？所以各位右手有带来吗？右手举起来，借我看一下右手。哎，右手上面的手，旁边找一只手握一下，快，旁边找一只手迅速握一下，看着他，跟他讲，让我吃掉你。很恐怖啊，快鱼吃慢鱼啊。对，如果各位知道是速度的时代的话，我想请教你。刚才马云呢特别提到说，在国外一个优秀的像各位这样一个销售代表，一年一定要200万美金以上的营业额，对吧？才是你应该做到的。各位，我想请问，楼上楼下加起来2000个业务代表，你们有多少人在未来5年之内有把握，在整个阿里巴巴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，未来5年之内有把握自己可以做到年销售200万美金以上的？有种的继续来，叫我看一下，有种的。你看，很多本来没有种的女生都举手了，看到没有？了不起啊！各位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要请教你，5年之后阿里巴巴14周年庆的时候，站在台上给各位表扬200万美金以上的销售额的销售代表，如果这是你的表扬的舞台，给你1分钟的时间，你会站上来接受表扬的？1分钟之内上场，让我看到你，开始 go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有。OK， 各位，你们相不相信他们会做到？相不相信？相信。那你相不相信你自己？相信。那你为什么没上来？不要找借口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有没有带名片？没有名片，到马云面前去签名。等一下，拿一张纸。我有纸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不用。去那边签名，去那边写下你是哪个省的、哪个区的，签下自己的名字去。上面有笔，上面有笔。各位，你们至少是我们的代表，每一个代表站在这个地方，代表的是阿里大区里面的每一个人员，都有同样的机会可以做到，这是我所相信的。OK， 名字留在这边，你们现在得到一个特殊的荣耀，这个荣耀是马上要颁奖的，知道吗？各位阿里巴巴的阿里铁军，大家好！好，我们今天非常好，今天非常高兴，非常荣幸，在阿里巴巴14周年庆的时候，为各位揭晓我们的200万美金的超级销售代表。我们为各位请来大家最敬爱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，为他们进行颁奖，掌声鼓励。给大家说两句话，请问你对他们杰出表现有什么要说的？特别为他们骄傲。我觉得在林老师讲30秒钟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真正像他们这样有勇气所站起来。我在问我自己有没有这勇气，我觉得我没这勇气，我为他们感到骄傲。哎，请问如果他们真的做到了，你即将给他们什么样的奖励？我想，不是我给他们的奖励，是公司在座的每个人都会给他奖励啊！集团和公司一定会给每，因为我们就像5年以前，啊，应该是6年以前，我们第一次出现说我们一年一定会有100万人民币年销售额的销售员工，当时大家都说不可以，不可能，但是我们说，有人说我们可以，最后每年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今天我看到了12位同事说我们可以做200万美金的销售额，我觉得如果做到，整个集团要为他们做嘉奖。太好了，讲得非常保守啊！自从大年30受了伤害之后，今天还没有太恢复啊。不过你现在有机会跟他们合影，这是你的光荣，你的荣耀，知道吗？